好丑的，我只买一口。Eric 啊，呢个影紧 video 喎，你第一次嚟钓鱼系咪啊？依家系2013年4月7日，嚟历第一次学钓鱼啦。丽丽啊，呢个复活节假期开唔开心啊？大声啲得噶，望住我啦。开唔开心啊？开心。OK， 我哋开始学钓鱼啦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好啦。